也行数吧，要是到皇宫里头去，到国王宫里去，啊，行音乐快乐。嗯，后来这国王发现呢，宫里都怀孕了，找这三相思相，三相思说有讷人到宫中里头去。那皇帝说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三人叫他啊，如那个武士啊，带这个刀啊，向空中砍，空地砍，那他朋友呢就被杀死了，龙树菩萨的朋友就被那些个刀就砍死了。龙树菩萨很聪明，他就站到国王的身旁边，那砍刀拿刀砍人，空中砍的，不敢到国王那儿去砍呢。他逃脱了，没被杀，逃脱了，开了悟了。那悟什么？说五欲境界啊，是杀身的，不是好事，那不是快乐。断五欲，他一发菩提心，顿断五欲。真是说那呀，他有那呀，有那，但能他顿顿无欲啊，说堪入三乘法，我学到了。但是呢，佛说的话就是告诉你，佛所教导的法是圆融的，你不要去执着。哪类众生应以合法得度者，就跟他说什么法，说可以入三乘法，不能根据他现在有讷，就不跟他说三乘法，这是错误的。虽然他是很行善的，是个老好人，是个善人，一般成的的，但是入佛法没善根，不能进入的。还是给他讲善当因果吧，就是说法不错乱，就是看众生的内在，观察众生过去的善根，他过去的善根成熟了，现在的虽然有讷，这个讷呀，他会顿断的。这又是一种啊，佛是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佛有大慈大脚走轮。嗯，要菩萨摩诃萨成就此轮，重出发心，一切五欲皆能除断，超胜些声闻独觉。普为一切声闻独觉做大福田，一切声闻独觉皆应供养城市守护。大慈大悲啊，不嗔不害不恼害众生，有这种善根的大菩萨，这一类的众生啊，他无量劫来所种的善根成熟了，他一发心，他五欲就能顿断，那证明他善根成熟的，他超过了二乘人。他能给二乘做大福田，能够度二乘人转化大乘人。这类众生呢是少的，是很少的有时候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大凡胜小胜，说大心的凡夫超过二乘的圣人。什么原因呢？他虽然是凡夫，他过去的善根呢深厚，他种的是大乘根器，他一闻大乘法，他一切都能放下。这类人
这里三个人就像我们中国有一种禅宗啊，禅宗，他一人佛法顿超直入，立正菩提，都是禅禅的，他直接是能观察自己的，直入自己本性，本性，顿超直入，立正菩提，这在中国呀，在这个国度当中很有这一类人，这类大菩萨，这他不要经过三场。啊，不要金光三掌，他一闻的佛法，他要立正，他把五欲境界全放下了，解脱了。那这类根基呢是不同的，是不同的。那这类根基人，云何叫大慈大觉走轮？善男子。说大慈，说慈有二种，哪两种慈呢？一个叫法缘慈，一个叫有情缘慈。说为大慈者，法缘慈，法缘慈，说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啊，都有两种。一个是观众生界有情苦难，生起慈悲心来，这是一种慈悲。观一切法皆空，一切法无相，一切法无愿，一切法无作，这种法缘慈，法缘慈，缘一切诸法性空，达到圆心法，是要法说，要法来说，这是大慈，大慈，大慈。缘众生的痛苦，缘一切有情的现象，这种慈不是大慈。这要人来说的。但是这是标个名词而已，以下就是解释。所以者何？什么原因？什么叫有情缘慈？什么叫法缘慈？有情缘慈呢，是三乘共法，与声闻缘觉共的。那声闻缘觉，他为自己得利乐，了生死。不是为了众生勤修，那为了众生，利益众生，勤修修习有情缘慈，缘一切众生而生起慈悲心，生闻缘觉没有自己寂静，自己证得涅槃，想灭自己的烦恼障。灭自己的结识，结识，那呢，不是为了有情修行的有情缘慈，说这个呀不叫大慈，非大家走，不是内皮铠甲外道包袱，没穿上盔甲的，为什么要这样说？就是什么原因，就是意思，原因。那个有情缘慈，跟声闻、跟缘觉、跟他们相等的，等等的，说缘一些众生生起慈悲心来，乃至于看自己所受的苦难，缘念自己为什么有这么苦难。想脱离，想离苦，想得乐，这样子呢，就是为了自己的，都叫不是大慈了，不是大慈了，也是慈悲，
也是慈悲，但是这个慈悲是度自己，不是对一切众生的。嗯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声闻缘觉不把众生的苦，不叫大慈。菩萨他是把众生的苦，单为众生得幸福，不为自己求难乐，所以叫大慈。这个大慈呢，就叫法缘慈。法缘慈是缘一切众生，缘一切法，性空，跟众生同一体性。菩萨他一修，就修的法，缘法而生的慈悲心。观一切众生，等于我自己，同一法身，缘法而生起的。菩萨的修行是利益众生，利益有情，他修行的慈悲是法缘慈，缘法让一切众生都能得难乐，都能离苦难，灭三空，断六界，能让一切众生灭三空，断六界，能有这样修行的就叫法缘慈，所以叫大慈。嗯，这个大慈不跟二乘人共的，跟二乘人不共的，只有菩萨所修行的。嗯，不为自己求难乐，但愿众生得幸福，这都叫大慈。只为自己求寂静，不管众生的痛苦，嗯，所以那个不是法缘慈，不是大慈。嗯，说菩萨修法缘慈，他不依着五蕴，不依着色受想行识，也不依住处，十二处，嗯，六根六识啊，不依是住戒，十八戒，六根六尘六识，不依思念，不依七觉之八正道，不依欲界，不依是色界，不依无色界，就是不依三界啊，也不依此事，不依他事，不依此难，不依彼难。无此无彼，没有此难，没有彼岸，无得无依，不依不得，这是修菩萨法缘慈。这是声闻跟独觉所不能得到的，这是唯有菩萨的法缘大慈。因为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属于生死的，这都有生死轮回的，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，有三世的。菩萨呢，法缘慈看着三世平等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，也没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一切皆空，发的大心，发的大心，一切法不立，这叫灭一切法，灭一切法，立一切法，空一切法，而入一切法，就是非空非有，见如来，这叫大法缘慈。因为我们现在有执着，二乘人和执着法。人我空了，法我还有，但是法缘慈，人法皆空，皆空。说法缘慈这个义理呀，下头还有解释。善男子，要不在摩诃萨成此大慈大假走轮，这法缘慈是什么样子啊？是解释的，什么叫法缘慈？说那些大菩萨
成就了大慈大脚走轮，成就大慈了。他从他一发心，五欲顿断，财财名食睡，发了菩提心顿断，不是间断。生二生是间断的，他不能顿断。间断的呢，断的不彻底，只能断一半，只能了分段生死，不能了变异生死。菩萨不同，我顿断五欲，分段生死变生一切了，同时了的。说普为界圣王圆觉做大福田，一切圣王圆觉呢，对这个大菩萨呢都应供养守护。那佛又把这个缩短了两个颂，二十四颂呢，把这个道理再想一次一下子。从前此意，声闻即短卷，修有情缘子。声闻缘觉修的慈悲，是有情的慈悲。心带十三过，说他那菩提心呢，发那个心呢，有十三种过患。为求自利乐，寡求自己得快乐。菩萨大名称，普为助有情，修不共大慈，心离十三过，是吧？二乘人跟菩萨，他们的差别，一个有十三过，一个没十三过。什么叫十三呢？七见六浊，七种看问题的看法，见不同，和六种执着，六种执着，差别就在七见六浊。这是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七见六浊。今天讲到这里吧。